清理血管的垃圾，每天一小勺，打通淤堵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宇浩教授。人在上了年纪之后啊，代谢的能力就会减弱，就使得血管中的垃圾毒素越积越多。我们常说的百病生于堵，堵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。在这里面最重要的莫过于不要在心脑堵。轻呢就会头晕头痛犯困胸闷气短，重就会大脑供血不足，引发中风啊偏瘫呀、心肌的缺血心衰。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味中药，吃了它可以远离心脑血管的疾病。前一段时间接诊了一位患者，他的体重呢已经超过了200斤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的萎靡，会有心慌气短神疲乏力这样的情况，晚上也睡不好觉。看他的舌呢已经是紫暗的程度，舌苔呢薄白。通过辩证，我给他开了减肥减脂的方法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清除血管的垃圾，避免